现在大家知道了我为什么要杀他。到我了是吗？对，你根本不想去取西京。错了原因为诸多理由什么是吧？是，我提醒你一下，因为我要为了保持你的体力，我们就不惩罚圆圆了，好不好？圆圆，你是在里面扮演的是哪一个角色来着？观音菩萨。诸多借口，你根本不想取西京，不管怎么解释，也不能原谅你轻视面子的行为。好吧，我们从悟空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现在大家知道了吧？我为什么要杀他？诸多借口，你根本不想去取西京，也不能容忍你欺师灭祖的行为。姐姐，姐姐，这是你们不对了。悟空他想杀我，这只是一个构思，并没有成为现实。又有何罪之有呢？我觉得他们三个人的整段垮掉。我觉得他们表现。